玩嘢事时间3:29，因为以往每次玩亲 BF 5都会遇到外挂，唔系呢个系正常嘅。话俾你听，如果冇外挂就更加唔正常，都可以冇外挂，除非你真系好彩啊！到第一铺玩 Melita， 喂 Melita 同埋 Operation 特挂。又再俾我撞到呢個和書壞掛，但今次見到佢 level 16嘅，琴日見到 level 11，應該係同一個 account 嚟嘅。佢應該係中國大陸嗰啲人，佢係去大陸買啲盜版嘅 BF 5，即係佢係咁買咧，即係基本上個個帳號都係和書壞掛嚟嘅。哇！大新咯，我開始摸到佢少少底線，真係～佢係淨係中意玩 Melita 同埋 Operation Underground， 因為每次好似我10月幾同埋我呢幾日都撞到佢，永遠都係玩 Operation Underground 嘅，永遠只係玩呢個電腦先撞到佢，其他啲唔會撞到嘅。即係話第二鋪玩毀滅嗰陣時候，佢就唔喺度啦。既然之後玩毀滅，遇到一個外掛，佢叫做 PK860128。我就覺得唔係佢係 hacker 嚟嘅，即係佢係外掛嚟嘅，即係點解咁講咧？雖然佢世界4/12攞得個第12，但係我一眼關即一眼已經知道佢外掛。點解咧？即係我俾佢殺咗7次，但我1次冇殺過佢。點解？因為佢攞支 Type 100，我匿喺一個地方，佢忽然間射死我，同埋我匿喺。即係我喺嗰個市區教堂嘅出邊，跟然之後佢竟然喺入邊射死到我，即係佢係 warhead， 佢係穿牆咁，即係算穿牆射死到我，即係好似 hacker 咁樣。然之後我喺教堂入邊，即係我匿喺嗰個殘骸嗰堆嘢嗰度，跟然之後佢喺出邊竟然射死到我，淨係隔住啲殘骸射死我。跟然之後我嘗試突破自己啊，跟住後屘。出面見到佢又哇，佢原來佢知道我走出去，跟住後屘佢收我唔到，因為佢俾個突擊虎式彈射死咗。咁我都識得佢嘅，佢叫嗰、那個揸聽嗰個叫 Go University 去大學，應該係俾佢殺死咗。跟住之後我喺 C 區出面又俾佢攞 Type 100射死第五次。然之後我喺 D 區，我喺 D 區，忽然之後佢喺 D， 跟然之後佢又見到我，佢又射死咗我，跟然之後佢射咗條 C 走佬，後屘佢俾人攞啲 Louis Gun 射死咗，於是我就由 A 區行過去 B 區，行過去 B 區，跟住佢忽然之間又見到我，即係佢知道我行嗰度，跟住佢射死咗我7次，跟住咪打咯 ，Nice PK 860128。Hacker 就心諗哇 ，nice hack 啊！後屘最尾輸咗，但係佢嘅分數低過我，所以我打了一句 noob 80128。即係點解我話佢外掛咧？因為如果你睇過我剪嗰段片，你就知嘅。因為你即係唔知點解佢永遠都知道我喺邊嘅。即係我喺 D 區，佢就知道我喺 D 區，跟住我行去 B 區，佢就知道我去 B 區噶。心諗哇，我佢應該望住個計分表，佢係以我係一個目標，因為好簡單。我係整個所有64個玩家裏邊最高級個，佢應該係殺最高級嗰、那個，即係好簡單，成個 server 最高級係我 level 170，尤其嗰啲都係120幾嘅啫。所以應該都以我係一個重要目標，所以就係咁殺嘅。但係心諗哇，點解淨係揾我嚟殺咧？好簡單，我殺29死8，有7次係俾佢殺死嘅。而佢殺24個裏邊，有7次係俾佢有7次係殺到我，其餘嗰17個人就係殺其他人。
如果你望嗰段片，都已經反映到佢外掛禮真，即係唔係講假嘅，即係你可以話我講假，其實基本上係真嘅。佢嘅 head 卡唔係 head 卡係咩啊？唔通即係咁啱得咁巧撞到我啊？心諗哇，我即使俾你殺咗七次又點啫？你都係廢柴一個。即係心諗，喂，你殺咗七次，你開 check 啊，到頭你都翻到低喎，心諗。好可悲，始終呢個人 PK 暴零一二八都係一個垃圾，都係一個廢物嘅一個外掛。心諗你廢人唔好喺度開，喂你廢人唔好開掛，不如喂你廢，既然你開掛，咁你唔好開掛。顧名思義就係高分，但係佢唔係高分，佢好低分，佢只係炸低掩耳盜鈴就掩飾自己唔係外掛。但實際上我知道你係外掛。即係我都想講嘅立撚殺屌你老母！咁我就講啦，如果下次見到佢嘅話，話俾你聽，殺完佢之後即刻要好好咁踢佢 back 先。但不過好難都遇到佢，因為佢就揾，因為好簡單，佢只係以我目標啫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唔知點解望住個殺人表，佢永遠殺唔到人，但佢永遠殺到我。我又唔係特登俾佢殺嘅。咁我都留意到就話政府，即係個新聞就話政府一陣間就可能會宣布中小學、幼稚園、特殊學校將會延長到三月二號先復課，因為呢個武漢肺炎都有增無減，依家都已經增加到9000多宗，有270多人死亡，跟住二大都有確診個案，跟住。全港都搶購口罩，咁我睇個新聞，即係嗰個陣間應該會宣布，即係EB 啊，佢應該會宣布延長。如果你延長嘅話，咁即係有可能都呢、這個月都冇得補課，甚至可以話你變相即係成個係提早放一個即係多，忽然間多咗一個年假，喂，忽然間多咗一個假期，一個漫長嘅假期。唉，下次玩不知道會不會俾我見到 PK 暴龍128咧？如果俾我見到佢，我真係即係一懟冧佢，跟然之後踢佢 back， 跟然之後仲喺個討論表度就話，哈哈 ，Noob 爆 PK 暴龍128 hacker 殺到喂，如果我殺到佢，不知幾開心，即係想我開乜慶祝下啫。但係衰到因為。識跑好多，所以撞到佢嘅機率好細嘅啫。佢level 六叻嘅，level 66叻。